太能浪了，决胜局17-11领先，莫名其妙快速丢分，老毛病又犯了，明明可以稳稳的幸福，一下子连丢5分啊，而且是没有对抗秒丢分，他们领先多少分都得提心吊胆，今天确实是做没的，明明对手已经被打得没心性了，莫名其妙的帮对手提升自信，然后人家活过来了，越打越嗨。不过这两个娃不经历点挫折稳不下来的，领先之后出手随意，今天确实得批评。什么时候能让自己稳定下来，那这对组合才能真正成为顶尖高手。三战打下来辛苦了，今天确实应该赢下的，无论如何输了一起扛，但希望两个小伙可以再稳健一点，丢分太快了，还没反应过来比赛结束了。两尾坑王场21-16 17-21 19-21 李阳托雅各布，小胖的发球至少三个自杀，王场的浪未来可期，但年轻人有冲劲，但同样会犯错误，希望他们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好，好好休息，下一站再出发，加油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